被抓进去了。高雄发大财了！希望未来高雄2019年海山宫充满着希望的一年。现在也很流行一句话：“给你一年看后悔。”我们希望新的一年，台湾人民过更好的日子，让高雄海山大发财！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屏东的潘孟安县长也已经表态反对新达电厂的许可证展延。那台南市政府的环保局昨天也发文给高雄市环保局说，新达电厂对于台南市的空气品质有造成一定的危害和影响，所以我们请韩市长一定要硬起来，不要再忙其他的行程，赶快整治这个空污才是最大高雄最大的问题。